签了他吧，我拿过去看看再说。不行，没时间了。这么厚，我念给你听吗？甲方红白蓝，乙方狮子山，兹为出租男朋友买卖事宜，双方同意确定本买卖契约条款如下：一，甲方要随时传唤乙方提供服务，乙方不得拒绝。 并必须于15分钟内赶到现场。二，乙方必须100%保证吓退所有甲方的追求者，否则该次买卖就会作废。三，甲方绝不给予乙方提供医疗保险、强基金、年底花红等福利。至于维修费用，一切由乙方自己负责。维修？ 你看看我这有裂痕还是有漏水啊？我这是参考楼宇买卖合约而定的，多抄了一点嘛。反正这是跟那些差不多了，一年深一年死，有没有问题？哪有问题啊？你条件这么苛刻，第一年合约没完，我已经死了。500块一次，你最近不是很穷吗？你现在当我狮子山是什么人呢？我是穷，但是我穷的有骨气。我是不会当你那个乙方的，你随便找个丙啊，你找个丙方做吧。我要回去做事了。 狮子山，哈高贝斯最新的冬装，还有200万像素3屏手机电话，有蛙跟蓝牙服务啊，还有最新型的剃须刀，还有茉莉花味的须后水呀、啊，最后有名表跟名笔。我很久没见这么多名牌了。 附属白金卡，要当我红白蓝出租男朋友，吃饭看电影当然由你签卡了。但是你付账，只要你肯签了名，这些东西全都是你的。你当我狮子山是什么人？我穷，但是我穷的有骨气。有没有笔啊？哎，等等。 还有东西送啊！有一项很重要的条款要提醒你，就是第37项。买卖事宜要绝密，不得向第三者透露，尤其是金家上下。因为金家是出名的广播站，他们知道等于所有的人知道，所有的人知道，那些追求者怎么会信你呢？明白吗？很明白。 幸亏昨天美丽拉肚子，要不然就没这只荷包蛋了。快餐店有午餐优惠，有送汤还送甜品，我这里捡了很多份报纸啊。这个电话呢，我打算当古董收藏。是我这个手表呢，表针呢虽然是装反了，但是呢，我把它倒过来戴，那就没问题了。不错不错，千里送鹅毛，误卿情意重。金靖啊，别这样啊！你不拿出来，我真的要动大刑了！不要。 你拿了我的剃腿毛刀，我的腿以后怎么见人呢？没关系，我多给你几个1块，慢慢加毛就行了。乖。哎呀，怎么你们这么小气啊？要做善事不能这样啊，应该像我这样，真正名牌西装，哇，很名贵的。喂，老婆，你不用这么响应环保法吧？哎呀，怎么了？已经干洗了，反正人死不能复生，放在那儿也没用啊。哦。 哎呀，黄伯伯的儿子走了那么久了，做善事这种事，他泉下有知也不会介意的，说不定下一期六合彩是我们中呢。哎，那倒是啊，啊，大家听着，舅舅小山山行动现在开始，嗯，出发！哎，慢着，干什么？是我帮他拿剃毛刀？不是，怎么说啊？山的也算是落难贵公子嘛。如果当他的面给他舅舅东西，他会很难受的。哎呀，这倒是啊，啊，那他会不会以为我们把他当乞丐？
哎呀，这会伤他的自尊心。啊，不如这样，我们偷偷把东西放在他那里，混淆视听，让他以为这些东西是自己的。就算呢，他知道不是自己的，那他也不知道物主是谁呀。对呀，他想拒绝也拒绝不了。他沾到了人事部，我们就明升暗降，明送就暗放。耶！金表，新款剃须刀，新款电话，哇，白金卡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没想知道。喂，干什么呀？臭小子，你别乱动啊！干什么？哎呀，喂，狮子山，现在不一定要你说，但是你不能不说。说，这些什么？哇，太不像话了，翻我东西啊！还说我们不像话，竟敢装穷耍我们！这样这么多钱哪来的？关你们什么事啊？不关我们事，不关我们事就不是好事了。啊，阿山，你抢劫银行啊？或者是亏空公款，还是卖血啊？切，看他这副德行，卖什么血啊？哦，我要抢劫完了，立刻买名表了。亏空公款呢，早就开溜了。可不是吗？你们都这么说了，反正我有苦衷，我不能说啊。但是我肯定没有做犯法的事情啊。我知道了，你这小子居然让人包。哦，你是没有义气啊你。那谁是你干妈？那有没有小妹啊？有姐姐更好，年纪大点死得更快，对不对？我已经跟你们说了没有啊。嘿，现在人赃并获，你不说也不行了。舅舅动手。喂，现在问你一句你就回答一句，要不然整瓶辣椒油要你喝了它。嘿，景哥，我不怕辣，就算我喝了整瓶辣椒油，弄了七孔流血，我也无所谓，我不会说的。哎呦，舅舅出去找。哼，喂，你干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啊，看到这袜子了吗？那是我的两个好朋友，险借赖，还有险毒疮，现在来找你。不是啊，几个几个啊，什么都行啊，就是这个不行啊。哎呀，我说了啊，你就放开我再说吧。你们在干什么啊？哦，我们在这里啊，开 party， 在玩抢板凳吗？最棒的就是锦姐，只有她抢到了。米山啊，应该是吃饭的时间了，你有没有事找我呀？没有。啊，我不烦你们玩了，我先出去了。哎呀，再见再见再见。啊，对了，阿山呐，昨天我们买了六合彩，赢了三奖，你有没有请大家吃饭啊？六合彩？啊，米莎，你这人真是，不该说那句你也说出来了。啊，哇，你给自己买了这么多东西，不请同事吃饭，你这个人真是的，太不像话了。哎呀，太不像话了，有没有搞错啊？是啊，我这人是比较差劲儿。那不如这样吧，我请大家吃鲍参翅肚，倒是补偿好不好？当然好了，千万呢就不要为我省钱呐，反正呢我也是刷卡付账。啊，好了，好了。你干什么啊？我总是觉得刚才景哥那险借赖真的传到我这儿了。你还说，你差点说出去啊！像他们说的，你简直是太差劲儿了。别说我没提醒你啊，一会儿那个目标人物呢，一点都不好惹的。你最好打醒十二分精神，知不知道啊？干什么？他会飞吗？米笑。Brian， 你来了，正好我给你介绍，这位呢是我的男朋友阿山。挺帅。长得帅只是外壳而已，里面才厉害呢。坐下聊聊吧。不用了，不用聊了。我今天不是跟你比风度，也不是比内涵。米笑，我有三样东西送给你。如果是花、巧克力跟钻石戒指，我看不必了。不是，这三样东西分别是验身报告、验身报告还是验身报告。这三份验身报告是我在不同医院里验的，它可以证明我的胆固醇是9.8。哇，你严重超标哎。不错。为了表示我对米笑的真诚，我会不惜牺牲我的生命。是，放下这盘好。你以为你很爱我吗？阿山呢，比你爱我1000倍、10000倍呀、啊！是，
给我上四通蚝，三盘海胆，再比你多两只潮州大墨鱼。阿山，你不要放弃啊！你好爱我呢，你不是很喜欢吃生蚝吗？爱我了，爱我吗？爱我啊，爱我啊，爱我啊！小子，你有种！你去哪里啊？这么个吃生蚝法，我看我15分钟之内一定要上厕所。我还没让你离开啊，刚刚收到电话，你又有任务了。还有下一场？放心吧，这次不用吃了。米歇尔，你跟我在一起吗？要不然，我就在你面前跳海。我跳了，我真的跳了，我不会游泳的，我连飘上来都不会啊。你不相信是吧？那我就自杀。我真的跳了，我对你真心真意的。那只是嘴上说，有潜水衣跟保鲜纸，你当演员习惯拍冬天下水镜头了？哼，你这样叫爱我？要是真心爱我呢，那就像我男朋友这样，脱衣服啊，告你毁约啊，赔死你啊！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要跳海啊？喂，我好了，你就这样。真的爱我呢，就会像我男朋友这样。哇！怎么样？该你跳了。你这个蛇蝎的女子，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爱你了。怎么样啊？没。你这么健壮，我知道你没事，可以解散了。穿好衣服，回家洗个澡，睡觉吧。我是没知觉了。啊？那怎么办呢？有了，我们学那个傻子那样，用保鲜纸保暖。啊？你给我的东西全在这里。还有，最近我欠的那些卡账呢，我一定还给你。就算我跟高利贷借钱，也会还给你的。这手表还给你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还问我什么意思？你看你现在把我弄得像什么样子？很简单，我不玩了。喂，你怎么能这样就放弃了？你可不要忘了。你有很多好处啊，能吃最好的蚝，穿最好的衣服。要不这样，你还喜欢什么？我会尽量安排。小姐，你不要再耍我了。今天我去医院看病，医生说我的胆固醇在一天之内超出了差不多一倍。我现在我是伤痕累累。这里不要说算了。很简单，我要解约。你真的这么绝？真的不能挽回？好啊，你既然这么绝，可不要怪我翻脸无情啊！我们白纸黑字签了约了，不是你说解约就解约这么简单的。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大不了是提前7天通知，要不然我赔你7天的工资喽。你看看这里，第73项第8条。此合约定明，只有甲方可以随时提出解约，乙方绝对无此权利。如果乙方坚持解约，甲方的一切损失全要由乙方全权负责，包括金钱和心灵上。慢着，
厚了这么多。你改合约，这上面有行小字写着，甲方随时有权更改及加减合约细则附件权利。这种不平等合约，你就是要我去死？不会，我只想要你啊一无所有而已。如果你解约，那我不只会追究一切损失，告得你坐牢，我还会向王上告发你兼职。到时候你就失去了兼职，没好衣服，没好吃的，连工作也没有了，没有4300块，朋友也没有了，辞不一家全会鄙视你，你将会一无所有，在监狱知藤兰终老啊。你太狠毒了。那我这个人说一套做又是另外一套，我怎么会这么对你呢？我很欣赏你的。傻子，你既然已经上了这艘船，一次屋两次会，为什么不好好的做下去呢？赚一大笔钱回老家享福呢？大不了我不再要你跳海了，好不好啊？你好好的为我工作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，知不知道啊？乖了，你既不是卧底，我也不是警察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不会要你做完3年又3年的。哇，真香，能吃饭了。大嫂还没回来呢，先喝汤吧。哈哈，哎，最近杜敏园生意好吗？哦，你不知道啊，你最近很少在家里吃饭。哦，外面那些吃的哪能跟这个沙沙姐熬的汤比呢？喜欢就多喝一碗吧，帮忙盛汤，我进去做菜啊。好。啊，那些电视剧集呢，那些男主角从天堂掉到地狱之后呢，他的狐朋狗友避之则吉。啊，为什么你那些还能跟你一起玩呢？我们，啊，对不起啊。喂。现在，好，马上到，拜拜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事情要出去一下，我不吃了，你慢慢吃吧。啊，再见，拜拜。哇哇哇！一个男人这么干，不是为女人，就是为了钱。你看他，哎，满脸泛红光，眼神水汪汪，一定是为了女人了。嗯，我也说他在这方面了，他是男人嘛，年轻力壮，谁会不好女色呢？对不对？金月，你是不是在说你自己呀？这个东西到底是谁送给你的？叫什么名？多大了？住在哪儿？有多高？喂，救命啊！你无缘无故拿这个来问我，我究竟做错什么了？二哥说的对啊，就算你判他死刑啊，也要让他知道发生什么事才行啊。我在他的裤子里呢，找到一条这样的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人送给你的哦。啊，明显上面写着爱曼宁三个字，对吗？你好大的胆子啊你！趁我怀孕的时候你就出去搞这种事？喂，我……哎呀，你行行好吧，二哥只不过是逢场作戏嘛。啊，所有的孕妇的老公都是这样的。喂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你怎么说这种话？他们一定会去告的。你又烦又吵啊，哪个男人能受得了你啊？你说啊，你看，别吵 ，stop， 停。你刚才说从哪条裤子找到这个玩意儿的？就是这条。人赃并获，你还想抵赖啊？抵什么抵呀？你是不是怀孕怀的晕了？我什么时候买过这种裤子了？我最讨厌这种颜色了，这裤子根本就不是我的。是啊，好像是。哎，还想着用吵架为你掩饰呢。哎呀，舅舅啊，是你的，你就早点认了嘛。喂，让我顶包没问题啊，但是我也得穿得下才行啊，大姐。这个裤子不是你的，那是谁的？喂，你怎么拿着阿山的裤子？我要给他洗的。啊，那真相大白了。我哪知道呢，看他平时斯斯文文的，没想到会有这种花裤子。男人的衣着呢，经常也会按照女人的品味而改变的。哼，再次肯定这个阿山，他一定是在拍拖了。喂，慢着，你这么帅他干什么呀？他让我想起一个人呢。不会是他吧？不要说。但是设计方面你有什么需要再改呢，可以随时通知我们的。你这坏蛋这么能帮忙，我准找你的。啊，对了，我请大家喝茶的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杨先生。谢什么谢？好了，我走了。哎，杨先生，你掉东西了。
谢谢你啊，帅哥。杨先生，这边请。你们有没有看见那条丝巾呢？名牌款式换来换去都差不多一样。哇 ，Pattern 那个人骚得这么厉害，要是说碰巧，我真的不信。难怪那小子最近钱财这么松动了，难怪他最近常常上街了，难怪他一叫就走，随传随到了，难怪他没有干妈了，原来有干爹。喂，阿山让我告诉你们，他有急事先走了。啊？不会跟杨先生有急事吧？这我不知道，我跟他们一起进电梯的。哇，你看他连西服也换了，还不是会亲人啊。哎，我们还是走吧，我怕看见恶心啊。不行，反正也来了，看看发生什么事都好啊。不行，拍下他们亲嘴照片，起码勒索那个姓杨的嘛。别做这种犯法的事啊。哎呀，不就来了来了。白兰宝贝，小傻猪，红白兰，我很爱你的。我也是。是不是真的？不会这么说，他是男人嘛，年轻力壮，谁不会好女色呢？是不是？是不是那样？哎呀，听着了啊，阿山。我们昨天不是一起买了六合彩，赢了六奖吗？慢着，慢着，慢着！干嘛？舍不得剃腿吗？告？不是啊，怎么说阿山也是个落难公子。落难公子，舍不得剃腿毛刀？不是啊，怎么说阿山也是个落难。舍不得是不是？